那我就先宰了你。都是你，让我好好的警察也干不了，跟着你卷进这个讨厌的麻烦。我跟你通商公司，不是为了有一天拿着枪对着自己的人。你害了我，也害了我们大家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马先生，麻烦你先回避一下。 这是我们兄弟两个之间的事。强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你准备怎么收场？告诉我，说呀！ 你想开枪打我？来。 到位。 是一定方向，徐若斌两名。突击组，前进障碍清除，敌进，完毕。突击组收到，完毕。
们现在已经接近。大宝，你是鸵鸟力。对，苏珊，匕首！狙击手，找到狙击手！我在找，有我，我去救援。狙击手了，小心！抓住他！我中弹了，我中弹了！三兵，再见。你们不许靠近！我们只是想提供帮助。我现在谁都不相信。你们的伤员在流血，我们可以送他去医院抢救。你敢再靠近一步，我就开枪！你们的伤员需要输血。强队，不许靠近！不要靠近，他们真的会开枪的。走开，走开！你们都给我走开！
兵。我该相信谁啊？我该相信谁啊？他们都是我的偶像。请相信我。我的人交给我处理，可那是我们的人，是不是应该交给我们处理？我没答应过他们都能活着，但我答应过绝不抛弃任何一个兄弟，无论生死。一切是狼牙，众生是狼牙。五郎到，带兄弟们走。是，抓你十连救人，快！是，强队，他们需要输血，送他们去最近的军医院。我们要找到他，然后干掉他，现在是火。贯穿伤，很危险。来人，带走。救活他。放心吧。桂郎，你们怎么了？你熟悉规定，转身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们要进屋搜查，给他搜查令看。你们干什么的？我认识你，大灰狼。你是土狼，土家族的兵，对不对？小庄哥哥，你的战友都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呀？你看我都没打扮一下自己，我去换个衣服，你们等我一下。都走了，真是来无影去无踪。我都43了，还守这个形象。两个女孩子长得一模一样。别说你们了，刚开始我能吓一跳。你居然顶得住，我真佩服你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你们今天找我什么事儿？
石大凡呢？他们怎么没来？他们都死了，死在老炮和强子的手里。这不可能。真的，夏庄，不骗你。调查清楚了，你和他们没有关系。你可以走了。给我一把枪。为什么？我要给他们报仇。我没有权利给你武器，你也没有资格参战。我曾经是孤狼 B 组的一员。你甚至连预备役士兵都不是，我怎么批准你参战？小叔，别忘了，答应过我。我的黑色贝雷帽是他送给我的。小庄哥，接到国际刑警情报，马云飞和郑三炮已经在境外了。西伯利亚狼，
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？我只剩下你一个兄弟了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难受。你怎么有空来了？任务完成了。直升机晚上到，我专门请假来看你的。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老炮跑了？我是想让你振作起来。我知道这对你的伤害非常大，他毕竟是你的老班长，是你当兵路上的引路人。想知道他的名字吗？小宝。小宝，庞德寨那个小宝。对，就是他。哎，就为了他，我们六个人冲入敌阵。他今年也11岁了。在026看门呢，哎，我们还带他跳伞，他还获得了伞降资格，给他颁发了伞徽。他怎么去的026？他不在朗德寨陪着大宝呢吗？你身边的那个战士。认识吗？大宝。对，就是大宝。这小子都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来，连他都成下士了。我记得我当初送他帽子的时候，他才9岁。他戴的这顶黑色贝雷帽，就是你送他的。他一直珍藏着，当他通过了特种部队的选拔。把部队发他的帽子收了起来，把你送他的帽子戴上。他的代号是西伯利亚小狼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我为什么来找你。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苦难能成为我们放弃的理由。别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你别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同生共死。
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大宝，他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了？一个少数民族的孤儿，打猎、砍柴、捡垃圾，在工地打零工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学费，念完高中又去参军，通过了特种部队的选拔，进入了狼牙特种大队，进入了零二六，这些都是你影响他的。现在知道应该怎么活着了吧？好好的活着，为了大宝，为了小宝，为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无悔岁月，都要好好的活着。你是中国陆军特种兵，是可以到地狱抓阎王的勇士。打碎了牙，肚子里咽，同生共死，同生共死。小耿走后，我振作起来，好像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苦难，因为我在一瞬间重新找到了自我，不再是颓废的艺术青年，而是中国陆军特种部队。我要好好的生活，为了所有我们救过的和救过我的人，为了我们一起走过的光辉岁月，好好的活着，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在一片喧闹当中，我又回到了这里。13年，我第一次踏上回家。同志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灰狼。你找谁？灰狼、土狼、森林狼、西伯利亚小狼，我找他们。你是谁？西伯利亚狼 ，B 组，西伯利亚狼。小张班长，啊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呼叫他们。认不认识？当初我们六个人，就你一条狗命，啊！来，叫一个，去吧，走。他已经老了，小壮。我好好看看你，你现在已经成名人了，到处是你的好消息啊！大作家小庄啊，啊！黑狼，我们现在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们。你还记得我们？那当然。哎，你看谁来了？想死我了。你小子还不错啊，还记得回来看我们。
走，进去聊。你们聊，你们聊，我去训练场，省得菜鸟们偷懒。等你啊，快点。小庄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啊？你对呀，按我现在的行业规矩，这叫探班，绝不能空手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很亲切，一切都没变，就是这椅子软了点儿。你在进步，我们也在进步。怎么样，想不想到室内训练场打两枪？我不想再碰武器了，还是没过那道坎儿啊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，早晚能出得来。对，哦对了，小超，听说你要拍电视剧是吧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当然知道了，我们呀一直非常关注你，从报纸上看到的。还是回远山镇拍吗？对啊。不错。大导演，你看我们都能演个什么角色？演你们自己呗，能行吗？我是不敢想，我是主要怕你们没时间。我们还真有时间。你别开玩笑，我当真的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呢都是一级军士长了，当兵当到头了，想换个活法。哎，如果你看上我，我在剧中啊演马达灰狼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怎么想起来转业了？43了，打不动了。你呢，土狼？你也想转业？对呀，岁数不饶人了，我们都该走了。你呢，小耿同志？一样，转业呗。你别动了，你才32岁，你转什么业啊？很正常，小壮，我受伤了，脊柱中弹，到现在都没恢复过来，这子弹到现在还在脊柱里边呢，每次一过安检，铃声就响，都以为我是恐怖分子。你怎么搞的？哎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啊？这一到阴雨天，我这脊柱就死疼。我想与其在这耗着，还不如重新开始。这样，你要是同意让我们出演自己，我现在就打包装，高大队一定会批准的，指不定我们几哥们儿哪一天成琅琊影帝了呢。你们不是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是说真的。没问题。小庄谁演？灵魂人物啊！你们说，我还没定。喜欢哪个腕儿，我给你们请过来。我看别人找腕了，就你，我看最合适。我不行，我都30了，装不了男。怎么了？我32，中校了，演19岁的学员。你30，演着17的列兵怎么了？就这么定了，一起装嫩。真不行，关键是，这我都废了。废什么废，练呢。我们可以给你开小灶。对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你觉得我们像开玩笑吗？土狼从来不开玩笑。来了你还想走吗？我做梦也没有想，本来回部队探亲的我，结果是被他们半强制性的拉到了训练场。30岁的我莫名其妙的被困住了。别喊了，啊，感觉就是不一样，站住！晚上了，我又得抓紧时间改剧本，而我这些的老弟兄们，则时不时的给我来一点意外的惊喜。王爷10公里，快！跑得快，告诉我是不是想去冲？同志们，
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真没想到这条街到今天都没变化。这地方你们来过？来过呀。就这条街我们刺猬战术队形快速通过，枪林弹雨记忆犹新。哎，这就是尖兵。你弹药拿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后边，大宝负责押运。先上去吧，我帮他们搬东西。来，去吧，干活吧。哎，这武器弹药只有我们几个人可以接触，你不可以接触，这是高大队吩咐的。为什么呀？大导演，你呢，忙你该忙的事情，我们忙我们该忙的事情，对吧？妥了，把弹药全部放在弹药库，我们就住那边。OK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你们几个老家伙就别住弹药库了，这楼上有房间，挺好的条件，出不了事儿，没什么危险。真不行，我们不能离开武器，出了事儿不好交代。对，好好，那搬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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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走。剧组的到来让不大不小的袁山镇人声鼎沸，这成为当地的盛事。因为从来没有电视剧组来这里拍过戏，人们很热情，也对我们充满了好感和好奇。他们三个老兵熟悉袁山镇，所以负责带着美工选景。这儿布置成狙击手阵地，还原当时作战现场，把这片先拍下来。好。这里是界碑，当年我们在这里埋伏了一队人。而我则在忙着安排拍摄计划，与各个部门之间沟通交流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场会有无关人等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小庄哥是装实弹还是空炮弹？和我们一样，第一支弹夹是空炮弹。那其余的呢？也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实弹。难说这小的到时候会不会头脑一热跟我们行动，训练他一个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如果不做准备的话，上去就等于送死。可惜了他的第一次导演梦啊。一天是狼牙，终身是狼牙，他应该会理解。怎么了，土狼？不高兴啊？可惜了我第一次的演员梦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准备吧。我现在就操心谁演我，肯定是黄鼠狼，跑不掉的。啊？他能演我吗？哎，你们看看我，我多么高大英武，多么骁勇善战，他演我？你小子，操心的不是谁演你自己，啊，你操心的是谁演夏兰。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啊，就是惦记着担架上强吻夏兰那场戏呢吧？惦记老长时间了。
那哪是我强吻他呀？那明明是他强吻我嘛！啊？那你是不是在监视我？你还用监视吗？啊？你那本小说干干净净的，就那两页，都被你翻烂了。你随我。哎，我说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，小庄这个正牌导演，要是知道被我们这帮山寨演员的演的戏给骗了，他会有什么想法？天哪！他要知道我们没死，欺骗了他的感情，他非得杀了我们不可。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明天早上，所有的老大会过来开会，安全工作一定要做好。是。小庄是导演，是。他现在正在远山镇。我知道。怎么？对他还是念念不忘？他是我曾经带过的兵。你是我最相信的兄弟。
炮怎么还不发信号？不知道。再不发信号，我们直接动手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干！你是谁啊？走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小庄，开枪啊！把你的女人再一次打死，我太喜欢这一幕了。